师，牧羊羊春天的春吉祥喜，今天我是我们内湖社区大学本学期的第一堂课，然后第一堂课当中，我们刚才已经针对课堂有介绍过了，还有彼此之间也介绍过了，然后也选了班长跟副班长，但是因为我们有预告，我们首先11点开始讲什么呢？我们因为本学期的课程叫做《纠纷杜绝攻略二》，主要专讲内容是公寓大厦、都市更新或者买卖、租赁，还有其他依学生需求调整的纠纷杜绝攻略。然后今天，现在我们开始哈，因为用这个比较大声哈，然后开始我们讲直播开始，也是上课的开始。我们今天所讲的第一个就是讲公寓大厦，其实公寓大厦的问题多不多？简不简单？其实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很简单，但实际上我们在处理公寓大厦的问题当中，其实最难处理的是怎样人的问题。所以看到公寓大厦很多问题是跟人的问题，有管委会的组成，委员选举出来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然后有常常管理委员跟主委常常被告背信罪、刑事罪一堆，大家告来告去，那加上管理委员是无稽之，然后大家出席意愿不高，所以至于管理公寓大厦还有管理委员，加上个人利益的纠葛，所以的问题很多。所以其实不是公寓大厦法制的不备，也不是说引申为自己权利，像民法这种权利、实力权利，民法物权这种东西的这种实力权利，这些法制上虽然不备，但是有在修，还 OK。最重要，公益大厦是碰到人的利益纠葛，很难处理。所以，当然人的问题也是我们本章节要讲的东西。所以，我们公益大厦的问题，除了我们通常讲公益大厦，不管是纠纷杜绝攻略一、纠纷杜绝攻略二，重点是在老师讲的事先预防、事中防止跟事后救济。一般处理新闻时事发生的东西，发生出来都在事后救济，但是老师希望说叫做，既然叫纠纷杜绝攻略，当然要把事情纠纷消弭于事前预防下，所以我们重点在事先预防，所以我们主要课程在事先预防。那事先预防会不会讲人际关系？会，重点在事先预防。所以我们事先预防会有一个是实际问题的处理，第二个法律面的处理。所以事先预防有实际的事先预防，像人际关系啦，或者是纠纷的沟通不良的怎么处理，第二个是属于法律面的事先预防，然后实际发生之后，那就是用法律规约在如何事后救济，懂吗？所以我们这整个纠纷杜绝攻略一样，一个主轴就是事先预防、事中救济跟事后防止。事后防止、事先预防有分为实际面跟法律面。那我们公寓大厦这个纠纷杜绝攻略二当中，公寓大厦我们是在第二周到第八周，我们分为每个小主题来讲。然后今天因为今天要直播，先讲一个小时。我们首先针对公寓大厦的宠物问题来讲，公寓大厦的宠物问题，其实我们看讲义条文很简单，在16条第四项，有关于公寓大厦当中有关于公寓大厦的，公寓大厦很简单，在哪里？我跟你讲，在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16条第四项。我们看到讲义的，来看到讲义的第二页，有没有？有没有看到？我们看到新闻一页，给大家看一下，拍一下新闻一页多少？这个案子很有名的，新闻一页1693，新闻一页有在细子红国大镇，有没有？
骑士官方国这个新闻很大，当时很大，所以我们回去看新闻1693。那这个宠物问题哦，首先我们会碰到的，它的公益大侠管理条例一条、两条条文而已。其中我们看到我们讲义里面的刮胡第二页的刮胡二有没有？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第五段、第六段、第七段有没有看到？来，有没有看到这边？有没有看到第七段？有没有刮胡二？但刮胡二有没有？公益大厦管理条例目前现行规定以及法律适用上的考量，有没有看到这一段？有。没看到举手哦。没有看没看？那现行真的公益大条条例只有两条，针对宠物的禁养，可不可以禁养呢？第一个，在公益大厦管理条例的16条第四项，有没有看到？那上面写说，住户饲养动物不得妨碍公共卫生、公共安宁及公共安全。它有一个但书，但书是法令或规约另有禁止饲养规定时，从其规定。顾名思义，规约可不可以？公益大厦管理条例，公益大厦管理依照第16条第四项的但书，我们可不可以依法召集、依法决议召开区分所有权人会议？做区分的决议，寄养宠物并纳入规约，可不可以？现行规定是可以的。所以依照目前现行规定哦，有人要修法还没过。依照目前的现行规定很简单，可以用规约禁养宠物，当然也可以用法律另有规定。法律另有规定比较少，通常公益大厦管理条例是用规约，依法召集、依法决议、区分所有会议，哦，决议之后通过之后纳入规约，来设定禁养宠物。好，注意，禁养宠物依照公益大厦管理条例的规定，一定要在规约，不得在区分所有权的会议。没有纳入规约不行哦。假如你没有纳入规约，只是区分所有决议是无效的，一定要纳入规约。哦，记得第一个，禁养宠物一定要纳入规约，特别规定。但是这是修法前，目前的规定修法前，但是现在在讨论修法。但是这个上个会期没过，啊，会不会过我不知道，哦，所以我们现在只讲目前的现行规定是公益两个条文，公益大厦管理条例第16条第四项，那第二个呢，然后还有公益大厦管理条例第16条第五项，这边没写，哦，意思说住户违反这个规定的处理方式。好，哦，下次会讲，所以你要顺便讲一下《公益大厦管理条例》第16条第五项没写，好，哦，第没写哈，哦。然后接下来主要条是《公益大厦管理条例》第23条第二项第三款有没有？他说有没有？规约除应记载专用部分及共用部分范围外，下列各款规定非经载明规约者不生效力。第三款禁止住户饲养动物之特别规定，所以从23条第二项第三款，要不要再规约规定禁养宠物的特别规定？要。所以依照23条第二项第三款的规定，一定要再规约规定，有没有？区分所有权人不可以。当然，等一下会讲到《公益大厦管理条例》第24条。要开放，可以开放，不得用规约禁养宠物。等一下会讲开放，以后会把用规约禁养宠物杀掉，以后全部开不得禁养宠物，不得用规约，但法律还可以，但是不能再用规约禁养宠物了，倾向对动物权保护比较好。那齐心可能很开心，对。哦，所以记得这个是为了，这有提案，但是还没过，
上会期上上会期有提案没过哈、哦，根本没纳入讨论，哦，所以现行规定很，然后现行规定还有一条，除了第十六条第四项、第五项跟二十三条第二项第三款，还有一条就是《公寓大厦管理条例》二十四条，受让人你要去买房子之前，你要受让人，你要去查规约。哦、要去查规约，这边没写要去查规约内容，不然你就要受到拘束，因为依照规约可以拘束所有的住户，所以你属于受让人，等一下会讲到会考上公寓大厦管理条例二十四条、二十三条跟二十四条，这样懂哦？哦，尤其是二十四条，所以等一下会说不用急，所以真正跟宠物有关的。在条很简单，公寓大厦管理是不是很简单？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的十六条第四项、第四项、第五项，还有相关公寓大厦四十七条到四十九条的法则，哦，然后接下来是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的二十三条第二项，一定要载明在规约里面才生效，然后还有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的第二十四条受让人的问题。哦、所以很浅，但是宠物问题真的那么简单吗？食物上产生的这些问题，我们看一下，有发给这张在黑板上，我们不要、哦、发给这张来，请助教照给大家看，食物上产生的这些问题，有没有看到这张？所以为了法律教学直播，也要照顾大家现场的学生，我印得很清楚，有没有？哦、我要兼顾，不能只说只重视法律教学直播，还是要给大家看清楚，所以不用看黑板也没关系、哦、直接看这个有没有，其实实务上宠物问题我们下堂课还会讲，不用担心、哦、所以今天只讲个大概一个小时，实际上产生的宠物问题有什么宠物问题，很多宠物问题，实务上第一个是什么问题，我们会讲到动物权跟人权的调和，首先会产生到动物权跟人，我们在讲法律问题一定要讲理论，我们会碰到怎样动物权跟人权的调和，是到底要不要禁养宠物，禁养宠物的第十六条公寓大厦条例第十六条第四项，当初要不要杀除，在讨论要不要删除，涉及到什么样人民的基本权利的财产权，我财产，我用我的财产权养宠物可不可以？可以。然后我可不可以是涉及到财产权？然后我要不要养宠物这个行为是不是人民基本权利当中表意自由？所以涉及到人民的基本权利，宪法规定的财产权跟表意自由，不要小看哦。但是这个东西轻已经限制到人民基本权利的表意自由跟财产权，然后除了这个东西之外，拉到宪法层次的东西，然后除了这个怎样？可以请问一下吗？最近不是英国有一个那个设计什么大师，他那个他说留了65亿的资产给他的狗，可以这样吗？台湾不承认狗猫宠物为继承人。国外要看各州的法律规定。那狗怎么继承啊？他有代管人啊，遗产管理人啊，他有遗产管理人啊，财产管理人啊。猫狗各州可能有部分州会承认，然后承认之后会指定怎样财产管理人，然后他要把猫照顾好。但是那是美国各州有承认，但是我们来到台湾的法律，我们不承认猫。狗，我们承认的应继承人民法138，民法138有规定应继承人，而且有优先次序，一定要是人，自然人，哦，一定要是自然人，还记得吗？配偶、直系血亲非亲属、兄弟姐妹、父母、祖父母，还记得这个吗？请回去看到民法138有规定，这个简单的回答 ，OK 吗？哈，好，拉回课堂。哦，拉回课堂，所以会碰到动物权跟人权条款。好、哦，第一个，我们会在这个内容，
我们这个讲义记得下礼拜讲，我们好好讲。今天先把碰到的问题讲完就好。哦，我们下堂课会讲清楚。哦，第一个会碰到动物权跟人，真什么是动物权？动物权其实在法律还没有被承认，在某一个国家有承认动物权立法，但是在台湾所谓动物权内涵是什么？不知道。动物权内涵是什么？然后哪些要承认呢？要定成实定法呢？我们有所谓的动物权叫做野生动物保护法，还有叫动物保护法。我们规定的很清楚，我们针对动物要有人道待遇考量，我们针对动物不能无故虐待虐杀，我们针对动物假无故虐杀致死的话要判刑者。所以我们动物保护法还有野生动物法针对动物保护很少，并不是说有考量动物权的人性关怀，但是只是考量一点点一点点的人道待遇精神，但是真正并没有承认完整的动物权内涵。所以不过不要被承认动物权呢，内涵承认什么呢？这个在台湾还早，而且当动还有第二个动物权要不要像人权一样成为普世价值呢？第二个进阶，除了变台湾的法律变实定法之外，动物权要变成所谓的跟人权一样，像说我们这我们所谓两公约，还有儿童保护公约，还有就是对禁止对妇女一切歧视公约，这种国际公约，好像工作权啊、劳动权啊、各种政治参与权啊，还有受教权啊，这些要不要变普世价值？两公约，这种要承认普世价值更遥远，更遥远。好，第二个会承认说到底要普世价值。第三个，我们碰到说禁养宠物之间有涉及到人民的基本权利、表意自由和财产权，那中间到动物权的人道考量要考量这些怎么去调和？所有的权利，包含人的基本权跟人民权的基本权都会冲突。当一个法令要出来，怎么立法都会冲突。就像说我们最近的酒驾重刑，我们最近的新闻是酒驾重刑会产生重刑，请问判死刑好不好？其实会涉及到说所谓的政治权利公约，哦，政治公民政治权利公约，所谓的重大之刑才能判死刑。那酒驾，尤其在处罚这种未遂犯，他只是一个准备犯，不是既遂犯，他是一个准备犯，准备已经实行了，而且只是超过零点多就要酒驾，刚开始酒驾就要处罚预备犯、处罚罪犯，刚开始讨论是这样，但是行政院的通过的草本是还好，不是处罚准备犯，也不是处罚结果犯。还好现在行政院版本处罚结果犯老师是赞成的，哦，不是处罚未遂犯，因为酒驾已经有公共危险罪了，处罚预备犯已经处罚未遂犯，所以应该处罚结果犯才符合比例原则。所以但是只是说在刑责部分分为致重伤者，哦，刑责提高，致死者可能十年以上无期徒刑判死刑。那该不该判死刑？注意，他加一个再犯，可不可以？第一次劝导没有判死刑，但是第二次再犯了，你还是要犯。那这个鼓励基本上老师没有做法律教学直播，但是我认为已经符合比例原则。为什么？第一次已经没有判死刑，第二次又再犯了。而且又第一次致死了，第二次又致死，再犯的时候，我认为在比例原则上已经符合怎么样？已经符合给你一个改善的过程。然后第二个又再犯了，我当然要判死刑。但是，所以这个法律上，我认为符合比例原则。老师是因为在没有发觉，我刚好在课堂举例来讲，因为他有循序渐进，依照比例原则选择最好。所谓的采取多个手段达到目的，我刚开始第一个我只是处罚轻一点，没有判死刑，也没有判十年以上，也没有无期徒刑，
结果我处罚较轻，结果你再犯了，我再用最轻的来处罚你没有用，达到不目的，所以我提高十年以上无期或无期徒刑或死刑，这个较重才能达到目的，因为最轻的手段达不到目的的。第一个，所以我才选择最重的，第二个最重的时候再处理，这样是符合比例原则。每一种第一个手段已经达不到目的，所以我采取较高的手段来达到我的目的，所以并没有违反比例原则当作损害最小原则，这样懂哦？这个是举例，今天只是讲的大纲，宠物的大纲只是举例，这样懂哦？所以所有的条文，这个涉及到怎样？酒驾是涉及到说，人民的生理自由被判死刑是生命权的剥夺，判死刑，然后判十年以上是不是身体的自由被拘禁？无期徒刑，所以涉及到人民的身体自由跟生命的剥夺，被告的部分酒驾的，但是在我们另一方面，酒驾是不是有公共危险罪？我们任何的行路人涉及到说，都可能身体生命受到不测的、无法预测的风险，对不对？他随便酒驾就开车，就个大众而言。的生命财产要保护，所以这个酒驾涉及到什么样？两个冲突：一般民众、行人的行人或行人，或者驾驶人，或者骑机车的人，这些当中的生命财产的安全，还有机车、汽车财产权的保护，有没有？所以涉及到这些生命、身体、财产权的保护，对不对？还有精神上的。你受伤要不要？有没有精神上要不要去治疗？会不会忧郁症？所以涉及到这些跟被害加害者之间的生命被拘禁、身体自由被拘禁，还有被判死刑、剥夺生命，是不是一个冲突？所有的东西，不管人民基本权利，所有立法，我们分两个层面：立法层次的立法层次的人权冲突。或者动物权的动物权，还有适用上注意有两个部分，第一个是立法上的，我们现在碰到的是立法上的，那司法上的有没有？司法上的，哦，所以我们讨论的东西你要分两个层面，哦，分两个层面，不要混为一谈哦。法律上你不要把立法的层次，哦，当然宪法释宪的层次是一回事。这是视线的层次、哦、不要把这三个东西放在一起、哦、是解释宪法视线，第二个是立法的层次，立法有没有违反比例原则，视线违宪审查，大法官会议现在违宪审查有没有违反比例原则，有没有违反宪法23的比例原则，有没有违反法律法律原则，我们今天只讲大纲、哦、不是讲内容，所以你听个大纲懂吗就可以、哦、不要说语要硬背、哦、今天只宠物问题的大纲而已、哦、讲个大纲、哦、所以这个宪法制宪的层次，第二个立法层次，第三个是司法上的层次，所以我们在所有的问题当中司法，所以司法就是用法，认识用法，所以这三个是不同的东西哦，这样懂哦，这个懂哦。大法官解释宪法就是违宪审查，有没有违反宪法23？有没有违反权力分立原则？有没有违反宪法第七条平等原则？这些叫做经过大法官会议审会议经过违宪审查，所以你会发现说，释字第几号解释有没有违宪？新闻报道会不会很常看得懂？因为一般人。啊、哦，连大法官自己解释出来也不一定看得懂，因为有协同意见书，他不同意。每一个人解释，教授解释也不太一样，真的解释不太一样，所以叫视线。那立法政策就是像说，假如有人权宣读，就像我们酒驾到底要不要，到底要处要不要处罚准备犯、未遂犯，还要不要还是处罚结果犯？第一个讨论问题，什么叫准备犯？有准备，有酒驾有没有准备？准备，而且是施行犯。我准备这个工具，驾车、开车是不是实施了？
尤其又酒驾，超过 0.25 是不是酒驾？而且实施了，他有没有触犯公共危险罪？有没有可能导致 人民受伤死亡？他已经酒驾了，而且已经开车上路，所以他是酒驾的实施犯，构成公共危险罪。所以，但是有没有还酒驾还没有撞死人的时候，还没撞死，还有没有处理结果出来？但是当时讨论说，除非准备犯跟实施犯就要处罚，就判死刑呢，还要判刑者哎，还有现在只是处罚结果犯，啊、哦，因为为什么？那什么叫预备犯？现在预备犯很难去认定，准备犯到底哪边叫准备实施？光是这个实务见解，大家吵翻天，每个教授都不一样，也没有稳定见解，法律怎么定？定不出来啊！所以行政院通过，我是赞成的，他处罚结果犯，加重刑责，然后区分为怎样？第一个，两个部分，再犯可以处10年以上无期徒刑或死刑，哦，但是法官不敢判啊、哦，人家讲法官不敢，这是第一个。我们会问到第一个问题，哦，稍微看一下时间哈、哦，还早哈、哦，可以讲大纲了。第一个碰到是动物权跟人权的调和，我们下周会讲哈、哦。文清要来报名哈、哦，啊，庞丁生要来报名哈、哦，记得要报名哈、哦，越来越精彩哈、哦。第二个问题，碰到第二个宠物，你说很复杂哈、哦，宠物实际哦，你要问的说，老师这个是食物吗？废话，老师讲的都是实物，都实际新闻发生的，法学资料检索判决过的，不要再问老师一个很好笑的问题，是真正实物吗？老师处理的都是案例实物，都曾经发生过的，法律就叫新闻发生过的，而且都经过到老师服务过的案子。我公益服务，公益大家服务，总共有几万件，很多规约看得太多了。各公益大厦的规约看得太多了，这为什么可以写两本书的原因？很多实务问题写那么多文章，实务人家没碰到，老师都碰过，所以我才说宠物问题很多。第二碰到问题，涉及到说有些最高有些判决，法学资料检讨有实务发生的规约说，你说我们第四个章节，第一个是宠物问题。第二个是停车位问题，我们会讲的第三个会讲管理费其他问题，会把管理费的性质，管理费可不可以打折，怎么说管理费，管理费法律上有没有，怎么去定管理费，然后定出来哪些规约是违反规定的，我们第三个章节会讲管理费，或者清洁费有哪些问题，第三个要记起来哈，帮我讲，第三个会管管理费、清洁费实际问题。哦，第三个小章节，那管理费实务上就产生一个问题，怎么问题？溯及既往的问题。他说，当时建商会不会盖好房子？建商会不会盖好房子？盖好房子，当时还没有成立区分所有的会议的时候，会不会偷用？有没有缴租金？没有。但是在我家买的十几栋房子当中，那一栋，在我们不要讲哪一栋，在淡水红树林已经卖掉103年那一栋，他没有付租金。当时我们区分所有人会第一件就开会要跟他讨回来，那是不是溯及既往？我们当时做的是区分所有人会议，是几月？假设今年开，这个月开。但之前用的，我们要不要讨回来？有没有溯及既往？所以规约可不可以溯及既往？产生实务上，我们家的案子，在那一家就会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在最高，在法学资料检准老师的文章也有讲到一个实务，也讲到相关的溯及既往。规约规定说溯及既往，要求之前已经发注意，溯及既往最重要的是。已经依照规约或者依照相关的法律，我们这个案子叫做民法上不当得利。法律依据就是民法不当得利，
所以不是规约规定的哦。所以我说可以，等一下会讲。我们这个案子为什么可以？不是溯及既往，不是所谓的法治需安定性跟不溯及既往的相反，溯及既往原本不是碰到这个。哦，我们那个案子不，就我们有做成规约，规约很会溯及既往，违宪的。规约我们会讲，规约违溯及既往是违宪的。依照法律规定，法律基于法秩序的安定性，就法理法秩序安定，顾名思义，我们要维持整个法秩序，对不对？难道让区分所有权利变来变去？法律条变来变去，你怎么去发展人际关系？法律就是要维持法秩序安定性一个功能啊，不然照例细改听过吧？你能怎么过活？朝令夕改，以前古时候叫秦朝啊什么呢？朝令夕改，大家很熟，人根本无所适从，所以法律不能朝令夕改，法律规，所以才发展出个法治系列的安定性，一让大家能安稳的过生活，维持整个法治，注意是法治序，不是现实生活、实际生活要求法律的秩序要维持安定性，避免朝令夕改，让你人民，不然人民干嘛缴了税？那么被人家扣了一些物，我加入这个国家，叫做怎样？加入这个国家，跟国家签契约，国家契约说我还要缴税，还要扣一些义务，还要去当兵，然后还要被你属地所有权，还要被你限制。建筑物还有容积率，建不了，牺牲那么多，尤其加入公园，牺牲那么多权利义务，你要不要只为了国家签的国家跟国家签契约，国家契约说为了保护我啊，是为了保护你，对不对？那你国家我国家定法律，要不要让我朝令夕改吗？让我这个法秩序安定性不够吗？那国家签了我，那我干嘛跟你签的国家契约书？我就回到丛林就好。大家有枪就是老大，有武力叫做打仗。那我们是回到丛林，请问弱小的你，一个人都算弱小，我也是弱小，如何保护自己？所以法治需安定重不重要？所以法治性安定性是国家每国家的宪法程式。法治原则，那推到下面的子原则叫做信赖保护原则，记起来。现在不用讲什么内容，只要记起来。注意，你做讲义也不要这个都会重复讲，不用担心。所以我才说慢慢来。今天讲的都是一个概念，哦，概念问题大纲而已。我们下堂会讲得很清楚，不用担心。而且假如讲不完，我会继续讲。信赖保护原则。这是法秩序安定性推下来的信赖保护原则，然后除了信赖保护原则，又推一个，不溯及既往为原则，不溯及既往，这个常听过，对不对？那什么叫不溯及既往？因为我们要维持法秩序的安定性，所以我们宪法程式当中以不溯及既往为原则。当原则，溯及既往为例外，这样懂哈？我们基于法治系的安定性，推出一个信赖保护原则之外，还推出一个叫做以不溯及既往，哦，这边有写在上面，不溯及既往原哈、哦，不溯及既往为原则，溯及既往为例外，例外的规定。意思是说，在哪一种才可以溯及既往？法律有明定的时候，法律有明定，所以溯及既往才可以溯及既往。而且刑事是禁止溯及既往，除非是法律明有明文，除非法律有明文才能溯及既往。这样懂哈？所以。法律明定就有，还有法规命令不行啊。下面所谓法规命令，
所谓法规命令是中央主管机关基于、法律所规定的授权给他的定出来叫法规命令。所以主管机关所谓法律，像公益大厦管理条例有没有授权给内政部定出公益大厦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有，那是一个默示授权。授权有民事授权跟默示授权。所谓默示授权，就是依照他立法精神还相关的推定，综合推定他的默示授权。所以所谓的授权，包含默示授权跟民事授权有两种。哦，公益大厦管理实施细则回去看，很空泛的授权，但不能说它是空白授权，应该它是默示授权。哦，这个有部分我们会下次碰到会讲详细一些，所以我们会碰到说法治系的安定性跟不溯及既往，懂吗？哦，那有没有信赖保护？信赖保护不在这边用，信赖保护是在国家在侵害人民财产权的时候有。信赖保护原则适用，通常用在这边，或者是年金改革就有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到底有没有？我年金改革当时签年金改公务人员，我是参考你当时是好公务人员，结果你的年金改革造成我当时退休金丧失了，到底有没有信赖保护原则适用？这也是这是所有年金改革未来要申请释宪一个重点。他们以后会主打释宪案的法治区的安静性跟信赖保护原则。你会发现新闻一直讲信赖保护原则，有没有？这是针对连改的问题，所以信赖保护原则很多。我们针对新闻只是讲连改，这样懂会碰到。哦，第三个会碰到，我们看一下来，第三个会碰到规约中。规约中寄养宠物的规定，刚才条例有没有？公益大厦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四项有没有看到文章？文章当中的新闻疑义多久？1693，我们这个文章就有细国哈、当中的第二页852，我们讲到是公益大厦管理条例的第十六条第四项。还有第23条第二项第三款有没有？要在规约里面有法律或规约有特别规定，禁养宠物者才能禁养宠物。但是在公益大厦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四项的前段有讲说，饲养宠物不得妨碍怎样？注意哦，要注意，还有这一点哦，不得妨碍怎样？来，请文静念一下，你会报名吗？好，那请念一下《公益大厦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四项前段是在讲什么？来，我们看一下。来，请新党。公益大厦第二。不饲养动物，不得妨碍公共卫生、公共安宁及公共安全。好，谢谢新党，这就是前段的规定。所以，原则上，住户可不可以饲养宠物？可以。但是可不可以用法律？第二个，可不可以用法律或规约来禁止自己养宠物？目前是可以。第二个，第三个，纵使容许规约没有禁养宠物，法律没有禁养宠物，我是住户公益大厦，这个公益大厦是容许养宠物的，可不可以妨碍公共卫生、公共安全及公共安全及公共卫生跟怎样？公共安宁就是卫生安宁跟什么样安全？卫生安宁跟安全可不可以？注意哦，不得妨碍，这个是重点哦。所以饲养宠物依照公益大厦管理条例十六条第四项原则性规定跟但是规定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原则性上可不可以养宠物？选项，原则上可以养宠物，但是有规定，法律或规约可不可以禁养宠物？注意，有效合法的规约，有效合法，依法召集，依法决议。如何依法决议？如何依法召集？请回去，我们事后会讲。但是请助教传
规内容显示公平之救济的法律教学主播老师讲过的哦，有关于规内容显示公平的法哦救济里面有讲说如何依法召集，如何依法决议召开区分所有的决议这个内容，请各位回去看完之后，但是我们课堂还是会再讲一遍，就不用担心，这很重要，课堂还是会再讲，但是课堂讲那一次课堂就不做法律焦点直播，已经播过的哦，请大家传给他。所以第二个一定要依法召集，依法决议，可以用法律跟规约来禁养宠物，可不可以？注意目前的现行规定，修法过可不可以禁养宠物？不行的。未来修法过，但是假照原意立法案、立法委通过的无意什么的通过那案子是不得禁养宠物。但是假如下次改不一样内容，还是以修正后的法规为主，好，以修正后的法规为主，这要强调。第三个呢，不得怎样妨碍公共卫生安宁跟公共安全、公安宁、公共卫生，这个是个重点。所以接下来规约中禁养宠物会碰到接下来的问题，刮胡。但是在我们讲义有单独列出一条，但是我在这边把它刮胡在那边。第四个宠物管理办法有没有？第三个、第四个问题，宠物管理办法，实际上黑板的才讲的是对，应该要把宠物管理办法纳入规约才对。注意，老师的东西，宠物管理办法在每个社区个案不一样，宠物管理办法有人只达到区分所有人的决议，有人还只是管理会决议，有人只到区分所有人的决议。但是注意，宠物管理办法并不是禁养宠物的特别规定，注意哦，宠物管理办法假如没规定禁养宠物的相关规定，只是禁养宠物以外的宠物管理的相关规定，注意它不符合公益大厦管理条例23条第二项第三款要在规约特别明定，所以在法律上禁养宠物以外的宠物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可以用区分所有人决议，不用纳入规约，这样懂哦？这样懂哦？绕过来绕过去其实很简单，怎样？请回去看《公益大厦管理条例》，狗猫，然后只要经过人类饲养的，可以饲养的，有饲养的。啊，反过来不是饲养的，就是野生动物。然后动物包含饲养的动物跟非饲养的动物，野生物都叫动物。动物就是野生动物跟饲养的动物。然后动物保护法是包含野生的跟饲养的。好啊，动物保护法有规定饲养的相关规定，所以区分两种。哦，经过人类饲养的就很简单，就叫做宠物，安尼看待。所以我们一般的宠物不要以为只养猫狗，有没有养鳄鱼？有。我们成功大波鳄鱼就跑出来。蜥蜴讲错了，蜥蜴。我们是鳄鱼，可不可以养鳄鱼？有人养。有人养。就是养来当宠物，所以只要经过人类饲养的宠物，但是不是注意。不是法律规定不得饲养的，哦，你要考量法律规定不得饲养的违法的，当然不行。像保护级濒临绝种的动物，保护级的动物不得饲养，那叫还有一个动物的条叫做濒临绝种动物怎么很细的规定，那也是法律。所以有关于动物的保护法令很多，大家回去查一下。所以宠物就是人类饲养的啊。哦，然后规约中禁养宠物就通常都是猫狗，所以会产生规约中禁养宠物的规定，我们就问一个文君问一个很好的问题，所以我们教学相长，其实在文章有写，那宠物的种类有没有想过？而宠物管理办法，你看很简单，有人规约不一样哦，有人禁养到一切宠物都禁，
有人关在宠物办法，大型狗不能落地，要求啊，你要抱着怎么？对啊，这可不可以？大型狗不能落地啊，你给它吸了，50公斤，它怎么抱？大型狗你怎么抱？这合不合规定？有没有合理呢？这个我们值得探讨，我们上课会讲。所以关于的宠物规定很多，重点是不得妨碍。会不会讲说，哎，既管有养宠物都收管理费，可不可以？我们下个管理费的收取可不可以做？我们再讲，既管理费，我要多收你清洁费，饲养宠物清洁费多收一个月100，纵使你有拿着铲子、拿着塑胶袋去铲屎，你也会不小心造成脏乱。然后宠物你没有收拾，宠物没有收拾，大小便没有收拾，我可不可以再归约你，扣你罚钱？注意，那是违宪的，不行。对，但是可以依据《公益大厦管理条例》第16条第5款去处理。我们会讲出事后救济的部分，哦，会讲事后救济的部分。那是用《公益大厦管理条例》第16、第15款，《公益大厦管理》第47条到49条，《公益大厦有规定，处罚规定不能用规约是违宪的。我们下一堂会好好讲。哦，会讲详细的规定，今天只是大纲，哦，首先讲到相关的法律问题而已，哦，好啊，所以规约中禁养宠物，在文章里面就讲到宠物的种类、宠物的次数、时间要不要考量。我们上面讲说啊，看奖励，我们提的在宠物上，宠物在第二页有讲到什么？小节这部分，小节这部分怎么样？第三行。我们看一下在哪里哈？第三页。来看第二页。来，我们看第二页，我们看第二页的哪里哈？来，第二页的1、2、3、4、5，第五行，我这个放在租赁中的，但是尤其是租赁等会的，租赁中要不要养毛小孩？哪有毛小孩？要不要？第二，规约反过来，规约要不要禁养宠物？第一个，要不要禁养宠物？目前现行规约第一个问题，要禁养什么宠物？第二问题，第三个，要养多少只？第三个问题，第四个，有没有其他的配套措施？所以，光是宠物管理办法，第一个，要不要纳入规约？宠物注意。禁养宠物的其他宠物管理办法，合法的哦，只要用区分所有权是合法，第一个合法。那第二个，弄出宠物管理方法，假如是规约以外的，就是禁养宠物以外的其他宠物管理办法，只要经过区分所有权利，并没有违反《公益大厦管理条例》23条第2项第3款，所以它是合法。可以用区分所有权，不一定要纳入规约，这个要强调。好，哦，然后当然纳入规约比较好。那纳入规约第三个问题，纳入规约会碰到说，第一个要不要禁养宠物？规约养多少只？养哪一种宠物？还有其他配套措施？这四个方面遇到宠物管理方法，就遇到这四个问题，后者更多，是不是很复杂？所以你看宠物好像很简单，对不对？其实很复杂。第四个会碰到的问题，我们在要修法了。修法前要怎么因应？修法后怎么因应？这是老师每次沿着要跟大家上老师的课要报名的原因是，随着修法前后我都会讲如何因应。你假如是公益大厦，我就会事先跟你讲如何因应。所以不管是在修法过程当中，在讨论中，我们都会讲修正前后怎么去因应。所以这是第四个的问题，哦，还有如何修法前后法令的变更就涉及到信赖保护，但是我们在规约当中没有信赖保护，但是在我们法律公规定变更法律国家法令的变更会涉及到像年金改革，会涉及到说有没有信赖保护的问题。法律的变更原则上有法信赖保护原则适用，但是
依照大法官会议解释，只要有过度的设计，大法官会议解释就认为说它符合性爱保护原则。所以性连改经改革还记得相关的办法里面规定一年多少趴，两年多少趴，第三年多少，有没有过度设计？所以可能是合宪的。那加上说年金改革所谓的退休金是最后的恩给恩惠性给付，恩惠性给付，它不是改怎样，不是溯及既往，不是把你之前的年金改革钱拿回来，所以它是向后生效，它不是溯及既往。所以那第三个，它不是涉及到说公务员现任公务员人的怎样薪水的变革，所以纵使视线导致的见解也没有违宪，就是老师的见解也会败诉。但是你不走到视线，假如老师的见解人家大法官解释跟我相反，你就吃亏了。所以还是个案要去申请视线，知道吗？老师的见解是老师的见解，很多专家学者跟老师的见解一样，但不代表说大法官会议解释的跟老师一样。老师不是神啊，而且大法官会议解释是合议制啊，合议制啊，所以老师是一个见解哈。然后所以碰到的是这个，碰到的是怎样修正前后的因应状况。接下来呢，我们接下来会碰到第几个问题？我们在我们的画图当中第几个？黑板画图当中的第几个？一二三四五，第五个，租赁中养毛小养宠物的问题。除了公益家家，我们租赁中有没有养宠物？有。要不要规定可不可以养宠物？有些人不喜欢，你房东要不要在租赁契约？租赁契约上面，租约上面讲说禁养宠物。有。那除了禁养，除了跟公益家家规定一样，我讲说要养几只？要可不可以只能养小猫小狗，不能养大型狗，可不可以这样？然后养说不能养鳄鱼，只能养狗猫，都养种类。然后养多少只？超过三只要不要多收费？超过四只要不要多收费？在租赁契约要不要讲清楚？哦，超过多只会不会垃圾？会不会大小便？会。会不会大小便？会。会。那对你的房子会不会有影响？所以多收费有错吗？也没有错啊，租赁契约也没有违反所谓的诚实信用，没有啊。你只要公平和只要符合诚实信用原则就好。所以租约有没有涉及到说还有没有其他配套措施？养小孩之后脏乱之后狗屎不清怎么办？所以在我老师的租赁契约，因为我还没修嘛，但是旧版本还可以用，我发现还可以用，因为没有牵涉到太多，所以租赁我当时的租赁版本我并没有修，到现在因为印记载及印月地事项都出了，我都没修，因为还可以用，并没有违反多少，所以老师的旧版本租赁范本还可以用，大家用就好，并没有违反多少，因为当时定的已经不错，都没有违反所谓的住宅租赁发展条例，没有违反这个印月地及事实事项，所以我还照用，好、哦，没有修多少。哦，也没修啦，可以用就不用修嘛，哈、哦，所以这个没有给大家新的版本的原因在这边，哦，然后，所以里面东西要不要，你们租赁契约参考的这个范本要不要修？养毛小就有这个问题，对不对？包含你要不要多收租金啊，或者多收清洁费这个问题啊，就像租赁当中，我们假设租赁纠纷有没有水电？然后依照租赁市场发展条例，有要约定租赁哦。水电也要约定再载明清楚哦，所以因为住宅租赁发展条例随着挑战条例应约定事项不约定有改变，就租赁我们每次都害怕，所以我们把它放在心上。但是租赁中这个养毛小孩也刚好在宠物顺便讲，到底要在租赁期间怎么约定，这也是我们要讲的第一问题。其他呢？最后一个可能其他内向有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就叫教学相长，老师问，搞不好你问到我，我曾经处理过，但是我没有讲到，或者是你们问出一个很奇怪的教学相长，哎，真的是没想过，或者是你们规约讲的很奇怪的规定，会不会？会，所以
希望你们都问题，但是都问题讲完再问，给你发问，你再问，好、哦，这样我们互相配合，对不对？好，今天讲到这边，直播到这边有什么问题？来，等一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会预留，我们是这堂课是12:10，从7:30上到12:10，九点半，但是我们通常会等10分钟，9:40上，然后9:40上到12点或12:10，因为我们中间只休息5分钟到10分钟，原则上是要休息20分钟，所以我们缩短了，所以我们并没有偷大家的时间。我要强调，我们从20分钟转成5分钟到10分钟，我们所以可能提早到12点，然后等一下9:40上课，所以中间偷20分钟、15分钟，我们也还给大家，没有偷大家的。老师，我不会计较。那我计较啊！来，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来，请那个来这位同学哈，你叫什么名字？慧颖。慧颖啊，因为我第一次上课，所以我不太那个知道前面讲什么。第一个啊、我们前面都没讲过。这个社区啊，它并没有依照规定跟内政部有所登记，它有法律效力吗？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说因为社区假设有300户。那正常情况下，300户参加人数多少户，同意人数多少户，这合约这个财会条款才算过。那如果是一个大一个楼梯的代表人，这样算不算？一个，但是代表人就表示是整个楼梯的那个楼梯的住户全部是这么想啊。那第三个，假设这个社区是不准养宠物啊，或是可以养宠物，可是我个别楼梯规定是可以或不可以，这样可不可以？好，没有问题了哈。针对同学这个问题，我们下堂课回答，因为都是要讲的内容，这时候讲不完，所以我们说宠物问题还有下堂课，搞不好讲不完还会继续讲下去、哦、所以针对你的问题设到中，我们就是我们讲要讲的所谓的，但是请回去看规约内容显示公平之救济里面有讲到那个助教传给大家，里面有讲说如果依法召集好、哦，什么叫做依法召集？有权召集人，然后所谓你讲人数权数是在《公寓大厦管理条例》31条、32条里面有讲，然后你回去参考《公寓大厦条例》31条、32条，还有《公寓大厦管理条例》施行细则针对人数权数的计算，里面都在里面有讲。但是课堂上我们还是会讲，但是请回去可以先，我们下堂课还要讲，所以但是可以回去看。规约内容显示公平之救济法律教学直播，看完之后有什么问懂再问，但是我们下堂课还是会讲，因为那是针对法律教学直播，但是还好我们有讲法律教学直播，那你可以先预习。那假设没有设定这个合约，但是他养了一只比特犬，又有危机安全的，可是并没有合约，也没有规定说不能养，那由谁来提告这只比特犬因为危机安全？那你是公寓大厦当中的公寓，还是一般的公寓有分？假设是大厦里头。大厦的公寓谁管？保全啊，什么？当然，依照《公寓大厦管理条例》10条第二项，有关于公寓大厦管理维护修缮，谁的责任？管理委员会。假设没有成立这个管理委员会的话，那有没有管理负责任 ？OK， 由他来负责提告，向谁？所以。没有成立管理委员会，当然要推定管理负责人，互选管理负责人后，由管理委员会没有由主管机关是指定管理负责人。那假如都没有呢，请你想办法指定管理负责人。像文峰的案子，没有管理负责人轮流很麻烦，但是他们规约是轮流担任管理负责人，有规约规定是轮流担任管理负责人，一定有。所以他们也有管理负责人，所以没有成立管理会费，至少会指定，都你们互推不出来，依照公寓大厦指定1到3位管理人，由公寓大厦管理科去指定一个管理负责人，所以已经法制上处理掉。向谁提告？好，没有指定管理人提告什么？提告是养了一只比特犬，你凶？干嘛提前？我们用提告由管理负责人依照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去处理啊。依照宠物管理办法去处理啊，干嘛提告？先处理再提告啊。对，这只狗领养的，
啊，所以你要规劝他依照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156条，你要规定去制止他。所以我们下堂课再讲好不好？你要先制止他，这比较细。你都没制止，依照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16条、第5条就可以提告吗？不行啊，违法啊。所以我才说你这个细节的问题，我们下堂课再讲。那很多讲下去，哦，我们问我们大纲的问题，还有丽那个来丽雪，老师问一个问题啊。好，问大纲的哦。这边讲义上有写说，寄售人家如有宠物的话，还没讲。啊？下堂课才要讲。没有，我的意思说，这个寄售人在寄售前的话，他有权要求请求阅览管委会第35条的合作文件。对，在寄售前，等于说他还没买之前嘛，对不对？可是如果说管委会他不提供这些资料的话，怎么办？你可不可以请出卖人提供？依照不动产经纪条例的规定，你要在不动产现况说明书都要求说规约影，只要有规约影印本要给你参考，所以影印本。假如说不动产现况说明书中介没有提供规约影印本，你要求你真的议价前，你真的要买房子议价前，一定要要求他给你规约影印本看，这样是不是解决问题？根本不用你自己去印，中介经过中介的出买人要提供这个义务，只要有规约的话，影印本，所以就解决问题，不用等，你自己去申请 ，OK？ 老师。可是你讲的是规约，可是他这边的是35条的文件，不只是规约，可能还有所有有啊，有规约啊，可能还有所有的会议记录或者什么不用啊，你寄养宠物规定依照公寓大厦管理条例23条第2项第3款，一定要在规约寄养宠物的科变才生效，在区分所有人决议寄养宠物缴在是不生效，所以只要查规约就可以。那这个只是针对宠物而已。啊，所以我们现在回。针对你的设计的，他所有的规约不是，那是我们今天这堂宠物不讲的嘛？你那涉及到其他像管理费收取，涉及到停车位其他问题，所以我们只回答到宠物的问题。你涉及到问题，我们下次再来回答，好不好？我们一个章节，所以我们你问下去永远问不完宠物的问题，回答到这边。之前的所有历史资料就对了，对呀，他的。啊、那历史资料，我说买房子你不用查土地登记成本吗？你不能查土地登记簿吗？土地登记簿，注意，你去查土地登记簿跟土地登记成本有没有移转连狗？啊，你要去查区分所有人会议，你可不可以要求出买人提供？可以啊，本来除了规约之外，依照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35条，你也可以不动产现况说能不能提供区分所有人决议。老师，他要所有以前，他比如说这房子2年前的开会的资料。你要求太严格嘛？怎么要求？你这样是不是很过分？违反诚实。写35条文件啊，你违反诚实信用嘛？那这钱你出好不好？你出 OK 啊？你出 OK 啊？你出钱，你出钱就 OK 合法诚实。我注意契约，你要考量你的要求有没有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你只要出钱 OK， 你出钱叫人家印了那么多，花了几万块，成本什么的花了几万块，到公寓大厦管理委员会要不要印付钱？依照规约搞不好付钱，你花那么多钱有没有违反诚实信用？有啊，那公违反诚实信用可以吗？不是说，所以你要考量你要花钱怎么办？几万块你要不要花？几千块你要不要花？所以你要了解那么多干嘛？你楼梯走一下，或者你自己实物走一下。你光靠这件事，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实物上纵使总干事也不了解所有的区分所有人会议，你太勉强了。我在处理实物，你总干事、主任委员、过夜都没看呢、欸，不要说区分所有人。主案委员、管理委员、规约都不懂，然后处理问题都是以理想脑袋怎么想怎么做，公益大家管理规约都不看的，理想跟一般人一样，主任委员不看都是这样处理，不看规约的人，规约是我们依照公益大家管理要受到尊重，受到规约，他不看规约的人，主任委员处理，那你说什么资料？你他懂区分所有人决议吗？他规约都不看。
公益大厦怎么可能看？区分所那管理会决议怎么看？何况前后矛盾，他也没有注意。后令后决议压前令，他也没看。被查也没被查。你太勉强总干事了吧？对呀。职务上你偷你的，何况要出钱违反诚实信用，你要求太严格，违背实际的状态。我通常都会不动产先王出名会再要求规约，要求到规约已经不错了，因为我们是讲禁养宠物会发规定在规约，规约没有规定禁养宠物可不可以就是无效，你就可以，但是还涉及到租领养租房子，还涉及到租赁，哦，你讲没有租房子，当然没有租赁的禁养宠物问题，就回到规约，你是屋主的话，土地所有权人，好，哦，OK， 还有什么问题？再问一个问题，可以再问吗？没有其他人吗？好，哦，来最后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想可以先走，没关系。如果说社区的报表里面有一个住户他已经九个月没有缴管理费，那这是管委会的责任呢，还是那个住户？这个有关于基建管理费，请回去看到《公益大厦管理条例》21条、22条。我先跟你简答，意思是管委会可以稽催，稽催完之后可以怎样？依照经过程序，公益大厦管理条例还申请拍卖，还要强制执行，还强制及迁移，所以这个我们会讲。但是请回去参考公益大厦管理条例，多少条？21、22。可是我可以问的，如果说管委会他都没有催收，是不是管委会？没有，那是更细节的问题，我们会讲到。所以请回去公益大厦管理条例21条、22条就很清楚，就很清楚。老师，那两本书一样吗？啊？可以啊。啊？拍什么？都给大家来拍照。哈哈哈哈可以啊。好，你拍可以自己参考，不要流传出去。当然了。OK， 好，直播结束了。